开一个新的档案，跟前面的做法是一样，就是单页的网站。然后呢，在这里的话呢，输入 C 冒号斜线 Web 02，记得哦 ，C 冒号 Web 02哈，这个地方按确定，跟前面一样啊，先建立一个单页的网站，按确定。